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压的会跑，那个鸭子。
水灵儿师姐准备比较多，拜拜拜拜。然后到时候还没有清理，那不是也比较晚吗？对啊，三月。我们没有来，是年光子。
给韩国两组，对不对？是，韩国一组，中国一组。那就是298。要到三月了。对啊，这就三百张，我就放在第二个嘞。第二个开好掉了。那个拿回来啊，拿回来。298。开好掉了，我要激活一下。为什么这组？开好掉了。一组有三个。对。一组有三个，三个有298组，那就双面。就算，赶快算，九百个扣掉六个，对啊，894，然后再两面，894，一千八，一千八扣六，一千八扣十二，扣十二，198，对，1788，1788，1788，正反面，要点了。正面一次嘛，背面一次。爷爷，我要吃纸。休息一下。我们已经要到那休息一下了。今天就把这个完成了。边做感觉。好了，还放在哪？这边好了才能。
哈哈哈哈哈。两点多，两点多，才11点多。那你太晚可以先走了。对啊，你自己骑车来，你骑车啊？你要换气啊？换气。换车的时候就该换。你走旧路还是小心哦。这样，我走左边那条旧路。很新。左边是新的吗？右边才是旧的。对，右边才是旧的。左边是新的。对，右边。左边是下去。左边是下去，右边是上去。上去，他走的是上去。我走的是下去的。右边下去是新路。不是，是没差没差，不要无所谓。能回到家就好。全部都是外收的。全外收的这一条，就要开个新的社区。然后那边都是工厂，对，那个是新的吗？对，还有料。旧的就是花刷，那才是旧的，那是右手边。对，你现在上去是右，你现在回去是右手边是旧的，那讨厌的长毛猫，快把它整。你现在回去走右手边，那个是旧的。那我走到左边是新的，左边是新的，那个加油站。来来，下面下面下面。最后一个礼拜要考试、啊，上个礼拜要考试了，应该还有三个礼拜。啊，上个礼拜有，对啊，八号、十号、22号。没有，那我就接下来，那我就那这个先，就是抽签。人家用这个就行了。还有一些零的吗？有，还有吗？
新生工会员频道开播咯，想看更完整的内容请加入会员，希望能够继续支持。